这是虎头鸡，虎头肉，虎头肉啊，不是鸡块呗。大家好啊，今天来到我们丹东东港的这个长山镇农家院的婚礼就开始了。不过今天的婚宴呢，不是一条龙，是左邻右舍来帮忙，特别热闹，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。帮忙都是岁数大的，对，年轻人农村少了，没有了，少了，少了，都走了。大爷负责烧火的啊，负责烧火啊，哎呦，这么多烧火的，整点老歌新唱，然后这俩爷们听得比较开心。爷们听这歌干活有劲啊。听着歌干活有劲儿哈，有劲儿，听歌多好听。嗯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啊。大爷今年多大？今年多大？75了，76了，还行，体格挺好。左右开工，俩大勺子。不熟大五花肉，煨一个锅，我的妈！非常有食欲了哈，非常有食欲了。来，一块尝尝，你尝尝，让你尝尝。你尝尝，我尝尝滋味怎么的？对，你尝尝。我切一块，你尝了啊？你尝。我的口味呢？我尝啊。哎，你尝，尝，你吃。我切你快点，我这好像稍微有点淡一点。对，这就是搞这个叶里头。嗯。你选啊，今儿要包熟的都行。好，今儿我给你擦好。今儿我先给你擦好。对，昨天我都没擦好。给我录。啊？给我录。给你录，你先说两句啊。嗯。好，你可以说了。啊，你可以说了，录你了。我选什么？讲两句。对你随便。讲什么？你加哪卡？给你录下哪？哎呀，录上哪？啊？给你家上面录上哪？讲两句。完了完了，要录你，别拿刀削你。哎呀，上面录。你没有客套，要录你干什么？你是来帮忙的呗？还是他家亲戚？啊，邻居啊，还是亲戚？亲戚啊。我来帮忙蛋疼。我主要业务蛋疼。今儿主要工作是干什么？来帮忙，帮忙呗啊！那个一家有事，全村都来帮忙。上面帅，给录上了。啊，老热闹了！这边大厨负责炒，完这边大娘负责品尝。好吃不好吃，主要还是取决于你。上菜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
挺好。好，佩奇。佩奇。